甜羊圆的卖，有胆瓶的卖，有窝窝罐的卖，有老酒的卖。看看这个。这个虫可不行，这个虫俺这院子虫俺老老爹不让我买。老爹，不是我的。我是基本上老寻拿来过帐子来，过这个桃子来卖桃子。嗯，普通屋的这老榆木的，啊，老那个榆木。哎呀，不让卖。收了几个坛子，两个坛子，纸票子，收了个碗哈，收了个壶。他们啊，拿胶带我粘一下，给大家表演个结束魔术，一二三，开。拿着玩吧，江西景德镇款的，要个画片吧。嗯，好了，收了几个八九十年代的老的两个坛子。我家有几件，你看看。好好好，你看看。什么呀？收古董的？对。你家有吗？老货、老瓷器都可以，老的就行。来。卖了好，给你买好好吃、啊。这还有狗呢。没事。你看看这东西值多少钱？看看值多少钱是吧？是的。让我看看。你看看，这一个花瓶。还是放在这里。这哦，花箍，缠枝莲，喜字的。嗯。你看值多少钱了？这个的话，你不说到价了吗？别人给多少钱？这个我要一万，给我八千来了。给不了八千了，这个还能给你八千块钱吗？他们？嗯，到八千来，我要一万块钱，来个那个来过，来两次我没卖给他，你看哎。学校多少？你看你给我多少钱？你要是什么的话，差不多的价钱，你我就让你拿了。你要很价格低了，我就不行了。这都是你说老祖宗传下来的，这辈子的人传下来的。是，这个是清中期的，我也不瞒你啊，你这个村我也经常来。这个的话得有小两百年吧，差不多两百年了。这个东西你他给你八千块钱的话，真不少给。我也就是说，你们都是这么说，就是给多少给，我也是最多能给八千了。我也就是卖这个。卖这点钱，加一点。行，八千五，再涨上五倍。我怎么感觉有八千五？我怎么感觉就是我出高了？行行行，八千五，我这呢还有一个棍儿。八千五，我也能要啊，要。你看这一个。哦，这个是人物的。这个您多少钱？这个给我六千就行。您这哪个我要了七千，给我六千。您那个我不知道是您蒙的对还是怎么的。您一说那个八千块钱，咱说实话靠谱，我能要，我能挣点钱。这个您要说是六千块钱，我把它买了，那六千块钱，我卖给谁钱呢？这个六千块钱我给不了这个。你得给多少钱？这个的话也就是，三千块钱能要，这个人物啊。三千块钱，哎，便宜那么多吗？要不再加上我呗，三千五。三千五。我看小伙子挺实在的。这个有线。啊，公司门口集合。这里有两条线，还有点小磕崩。哦。三千五。对。这个连孩子摔的，怎么的？啊，我说你可别给我摔了，这老古董。哎，来个孩子，他看着挺好奇的，这里。我说你可别戳，你给我摔了。这也可能歪了，摔了一点活着没事儿，这个。有点磕皮，有点磕皮，有点小黑皮。你说这么多年了，咱也不是说是吧？嗯，都是没盖子也。这么多年了。三千五，行啊，三千五我就拿了吧，主要是买那个东西。是吧？还有别的东西吗？这里还有一个壶。有一个壶是吧？啊，有一个盆儿，你看，这都是老古董。哦，这个就不值钱了啊，阿姨啊，这个是鱼盘，这个是清晚期的。哦，清晚期民国的这一块了，这个你行啊，你看了给我俩钱吧，你、啊、要不你就喝那个货。那些我没少给您，啊、就对吧？一嘴。这个盘的话加它，哦还有、啊、这里还有一个壶，你看。我看一眼哈。哦，这个壶，品相挺好。哦，你们家这东西，你们家怎么这么多东西呢？哎呀，都是这老祖宗传下来的椅子、房子都。
一个房子搁不好的卖，来好几个的，我说也没有用。哦，指定。这现在这啊、嗯，就是这现在都换新的、嗯，谁留个这个个？我说来了卖他散了。你那个瓶也是老的，我一块看看吧。这个。哎，我来拿吧。嗯，爹，我把你拿那两个盘子。让俺摆着听，我看看咱俩来了得。是是是是。你得给俺掺好了他。我这样，我看看，哎，来。你可别和那个这我这都挺值钱的这东西。不是糊弄您，阿姨，您那两个我真没少给，我觉得我，哎呦，我真是咬着牙给的。您这些，您这四个，这四个你给5000块钱。这四个给我5000块钱。啊。咱少点吧，小伙子，你这个也有颗，有点小颗小。你反正买就是那个那么标盘，对吧？嗯。那个这个标盘就是买多，你反正、嗯、你这么多年了，他不能说一点不伤不坏，是吧？是是是。啊，你行啊，你就这你给我涨上点，你给我6000块钱，你别5000块钱的。6000块钱有点高了，阿姨，你别的能给，因为这两个不值钱，普货，主要我就收这俩。哦。别6000了。5200，涨200。5500，这么着，5500。5500。俺存那么多年了，是吧？你这现在这老古董，俺听说那个都挺值钱。人家有的，你可别让人糊弄了，买便宜了。哎，你那个什么个，你那个，嗯，你别少给俺钱。嗯嗯嗯。这么多，俺放那么多年了，来好几个买的，俺没买。嗯嗯。就我一。不灵不灵的，你有那个。我看小伙挺实在的，是是，我挺实在的。你们这村我经常来，你应该也认得我。啊、嗯、啊，是吧？嗯，行啊，那我就都拿了吧，对吧？嗯、这样的话，您这边能有微信吗？我有给你扫了。啊，行吧，你拿手机，我这样我给你扫了，啊、我都拿了。